毛球单打在双方球员之间进行，两名球员交错用球拍将羽毛球击过球网，直至其中一方犯规或者球落地。羽毛球单打场地包括了后场发球线和端线，但不包括侧边边线。每名球员拥有两个发球区。羽毛球球网高约155厘米，中间部位略低于两端。发球后，比赛正式开始，双方球员交替击球，直至一方犯规或者球落在其中一方的场区内。比赛采用3局2胜制，每局21分，每次获胜方加一分。球员在得分的同时，也相应获得发球权。每局双方打到20平手后，一方连续得2分，即算该局获胜。比分并非无限延长，先取得30分者为胜方。一场比赛结束后，交换双方场地，获胜方获得发球权。在第3场比赛中，让一位球员获得11分时交换场地。